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午好，欢迎大家出席和徐露莹女士，请他们。香港近期时代的演变，特别是少数激进分子实施的暴力活动，已经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，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，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底线，绝对不能容忍。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暴力横行，希望广大市民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，共同声讨激进分子所做的恶、所犯的罪，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行径。是一会儿提问的部分，我们会采取交传的方式帮助。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，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犯罪分子，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。出现以来，这个香港出现了长时间大规模游行示威，然后这个我们特别理解和体谅香港警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，借此机会警向一直坚守岗位、恪尽职守、忍辱负重、无惧无畏的优秀香港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。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频频的在这一段时间里说三道四、品头论足，甚至给一些人撑腰打气，我想他们的用心说穿了无非是想把香港搞乱，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麻烦，进而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发展。我想这个图谋是无法得逞的。立诚获得378个提名，成为唯一合资格候选人。